贵人，你的贵人，对，你是我的贵人。是。好，接下来欢迎。哦，看点哦，演艺圈的哦，师傅啊，亲家父哦，啊，心里有咖啡呢，伟忠哥，哦，伟忠，先不要啊。伟忠哥，我还没有问你，伟忠哥，你要上个镜头。你要上台致辞吗？先不要啊！好，谢谢伟忠哥。好，谢谢伟忠啊。谢谢伟忠哥。我今天是汉典演艺圈的养父兼生父。为什么是养父兼生父？因为他不鬼不离开伟忠哥去转正。先不要。欢迎詹哥要上台致辞吗？先不要。好，先不要。OK OK。那直接欢迎汉典演艺圈的目标欧弟哥，欧弟哥上台致辞吗？先不要。我都没有，我怎么都没有准备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也不要。好，欢迎综艺大热门制作人小晴姐，有没有要给祝福给汉典的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也不要给祝福。他叫我这样讲的。那就先不要，真的。好，那我那问一下，最后还有位听友，综艺娱乐制作人梁哥，请问要支持汉典的专辑吗？梁哥，要要支持。你要支持、一定要支持。那你要上来支持吗？先不要。对，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这个花店记者会。好，那汉典，那接下来我想呢，从大家对你的这种这么热情态度，就知道你这几年在演艺圈有多好的这个交情，每天都很慢。那接下来有影片啊，要是我跟你讲一下，发片歌手的这个奖。我们通常呢，会有舞照啊，介绍完会议，对不对？会有一个 SOP， 会看大咖的祝福影片。真的吗？所以我朋友要祝福。对，我告诉你，看点子不多，就是大咖朋友最多了。这么简单吗？我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卫生纸先帮我准备好不好？因为通常啊，发片歌手看完这一段啊，都会哭。不是，没有讲有这个桥段。真的，卫生纸准备一下，因为通常有更多。我啊，他们只会看这个会哭，然后那个 OP 哥就是看的也有流泪，泪洒现场，会泪洒现场。所以大家在讲的到底是谁啊？很感人的影片，汉典的大咖好朋友祝福影片，请看。谢谢展哥，你有想过哪一个大哥是让你最意外会来录这个影的吗？每一个都很意外，真的、我想不到他们会来。真的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都是在那个松烟那个舞楼，是不是？很厉害啊，把这些大哥聚集在同一个地方。有这么明显吗？你到底有多没有朋友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所以才要出这些。打起精神来，打起精神。你好，你现在在正式的用那个你的跳唱歌手的身份在跟大家打一次招呼，对。Hello， 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还有这个我的生父、养父们，还有我的一些偶像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跳唱歌手陈汉典。上台前说，我今天是不是会很搞笑？因为他是自己也是投了蛮多钱在做这张专辑，那他很怕等于是把钱就是丢在基隆河，所以他其实很认真的想要把它做好。对，然后我也没有说请朋友要认购几百张什么，因为那个买一买的时候也是到基隆。对，所以不用你到基隆来，怎么有人也报了我的专辑？对，发现这旁边怎么是欧弟哥的？不要这样子，要闹，地球要毁灭了。对啦，所以我们支持那个数位的，就多点几次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也要问一下汉典，出道这么久啊，出道12月，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发这个单曲？因为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就是复古的音乐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要出唱片的话，我一定要做一张，就是可以唱一些怀旧的歌曲。而且我觉得现在流行大概已经走到快要复古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timing 出这个唱片是最好。也差不多，大概十月、11月，刚好明年2、3月也开始接一些活动。我这个台语是。对，复古是一个噱头啦。对，希望大家多办一些复古的 party。复古有复古味啊。好，那没有问题，那就很适合汉典。那你这 EP 有两首歌嘛？一首是先不要，一首是爱情有你。对，爱情。这两首歌的共同特征就是复古。复古。然后其实它是中西合璧，因为先不要它是比较西洋一点。嗯，但事实上它是，你不要觉得说这个 MV 好像很
洗脑，事实上它是以这个舞蹈文化为底蕴。哎，它这个 MV 里面有70、80、90三个年代的舞蹈，经典的舞蹈都在这个 MV 里面，还有经典的场景都在里面。那我现在就不用讲太长，大家看了我的 MV 就会知道。对，然后《爱情有你》就是比较闽南语式的一首台语，一首中文歌曲。对对，那也是像经典的型，就是娜塔莎的风格。对，而且你刚刚讲了两支 MV 嘛，其实我们在看《先不要 MV》的时候 ，Ending 有找来 S 姐跟康永哥。对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。你怎么说了他们两个？没有，因为他们两个每次都是嘴巴上说，哎，常年赶快退出演艺圈，你赶快离开我们这。但事实上，你看他们是用他们的身体来证明，我支持我。对啊，那先不要，没有，就是我今天也用身体来，就是你们都是用这个行动来证明，是你们事实上是很爱我。对，刚好都被 S 姐他们也是很爱我，不然他们不会出现在我的脸里。真的，看，然后大家今天都来了，然后灯牌也是很贵耶，那一个你知道几千块都开了。那等一下，我是要到柜台去付钱。对。自己的灯牌自己做，自己刷，不要这样子。然后好，最后很认真的问汉典，因为是，你知道我们虽然说记者会有戏笑，但是也要很认真的问你说，钱。然后你发了片啊，然后你其实你的《先不要》里面有一句歌词说，绿叶也能当主角啊，从绿叶变成主角，在那中间被访问，你感觉是什么？其实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先不要。对，不是，就是我还是很平常心，就是可能人家会定义说你今天是主角。你今天是绿叶，但是对不起，我都是把它当成主角在演。就不管我在哪一个位置，我都要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就是我要做好我的本分，我就是把它做到最好，然后让大家看到我的努力，这样。是这样子，所以不要去分那个绿叶红花什么，我觉得这是别人来定义的，都无所谓。自己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观众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真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加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露露姐。OK， 目前为止都还表现不错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你的人生的目标，然后也是你的好邻居要上来送你一个礼物。哦，我们来欢迎欧尼哥。欧尼哥，他是不是 cosplay 大老板？对 ，CEO 的这个角色。我欢迎 CEO 欧尼哥。CEO， 他有送邻居。邻居。哦，我是邻居。对。好，我们请 CEO 来颁发这个好人好事代表的礼物。哦，这是一个奖杯吗？还是？我们要送什么礼物呢？我觉得汉典呢，其实一直抱着这个梦想，然后说他想很久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为什么一直还没有实现，所以他决定放弃一切，放弃一切，然后呢，就是赌了一把大的这样子，然后就决定要发这次，对，所以他很用心，整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感动。那个不管是练舞啊，或者是自己发想，或者是在歌词上面什么都非常非常努力跟认真，这跟他平常搞笑的风格实在是差很多。嗯，然后完全，我在跟他开会的时候，一次一次开会。那时候是他模仿的是那个不是名嘴嘛，那个张老师，对对对，郭哥模仿，对对对对。哇，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张照片呢。对，这个算是我进入演艺圈的入场券。的第一个门槛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感动，感动，感动！谢谢，谢谢。你敢说先不要？先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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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要。给他们，不要这样拿，不要这样拿。嘿嘿，你们 OK 的，对不起。不然伪装跟你拿。那我们一起拍张，我们两个一起拿。尴尬，尴尬。